大家好，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我是陆云，很高兴和你一起学习汉语。Are you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If you know a lot about this, maybe your friend will say, "How could you know that so much?"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来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词语。 回答关于黄河历史、聪明文化、讲故事，一直。 下，OK，let's、okay, learn some new words more。回答，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这些问题你都回答对了。聪明，他很聪明。 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课文视频。你都回答对了。关于黄河的历史，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我很聪明吧？昨天的文化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系的小故事。我发现你对黄河很感兴趣。我一直对那儿很感兴趣。你去过那儿吗？ 还没有。明年夏天，我打算去一次。你能回答这些问题了吗？Could you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女孩什么知道的很多。她一直对什么很感兴趣。她打算什么时候去那儿？好，我们一边读课文一边想。 你都回答对了。关于黄河的历史，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我很聪明吧？昨天的文化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系的小故事。 我发现你对黄河很感兴趣。我一直对那儿很感兴趣。你去过那儿吗？还没有。明年夏天我打算去一次。现在你能回答这些问题了吗？ 女孩什么知道的很多，关于黄河的历史。她一直对什么很感兴趣？黄河。她打算什么时候去那儿？明年夏天。好，我们来看今天要学习的语法。 我们今天要学习两个 grammar points 语法点。关于一直，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关于 to express about 关于黄河的历史，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 我最近看了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一直 that means always all the time。我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我一直发烧。I keep having a fever. We have learned another meaning of "一直," which stands for "straight." For example, "go straight" that means "一直走,""一直向前走五百米." 500米 is Let's review together. 让我们复习一下。 回答关于黄河历史、聪明文化、讲故事，一直下。 summer is 夏天。好,我們來看今天的練習。你在看什麼書?關於中國文化的 about Chinese culture. 你打算什麼時候去中國旅遊?明年夏天。 这些问题他都回答对了。是啊，他很，maybe very smart，他很聪明。你回答对了吗？Did you get your answer correct？如果你都回答对了，那么你也很聪明。 Today we discuss the topic about your knowledge and your interest and also learn the grammar points about 关于和一直. So, 你一直对什么很感兴趣? What makes you interesting all the time? For me, 我一直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你呢? 再见，See you next time，下次课见。